本节目由 White Car 视频原创制作。许多驾驶员常常抱怨莫名其妙的被罚款或者扣分，最常见的就是停车。司机在驾驶过程中经常会碰到一些不得不临时停车的情况，例如路边一个行人突然晕倒，从人性角度要停车，从法规角度停车违规，这就非常难办了。近来交通法也是考虑越来越全面了，马路上也规划了一些特定区域可以临时停靠，并且临时停靠的时长也规划好了，方便司机们处理一些突发情况。相信很多车友朋友们已经发现了马路上新出现的那种三分钟停车线，这种停车线呢可以允许车辆临时停靠三分钟，不扣分不罚款，但是一旦超过这个时间还是算违停。不过相对于之前的规定来说已经灵活很多了，为了确保新规的顺利实施以及车主能顺利的停进临时停车位，在靠近临时停车点的地方还有标线呈现锯齿形，这些标线呢是告知机动车辆的，非机动车辆避让，便于临时停车位还能真正的发挥作用。所以哪怕是开电动车骑自行车的人们也要注意，不要把车子停在有锯齿线标线的地方。交通部门积极改进交通管理条例，优化道路运行环境，我们还是大大的点个赞。也希望车主朋友们在遇到需要紧急停车的时候记得找马路上的临时停车位，并且只能停靠三分钟，否则还是要扣三分罚钱100的。